展会小摊、中式酒、酥饼、奶茶、中式茶、中式小零食。选我吧，美食去展会摆摊啦！来，今天采访一下令长。这边是做奶茶区，我们有三个口味，一个是草莓味，一个是芒果味，一个是百香果味。然后呢，我们还会卖茶，这边是果茶，然后这边是小青柠，然后这边是绿茶和红茶。好，让我们来到零食区，紫菜，然后小面包，然后饼干、巧克力、果皮。同样的，如果大家想要，这里也有腐竹、中国醋、中国辣椒。我们不仅卖我们的美食，还卖别的零食。嗨，大家好，相反，我是卖酒的。我们有三款酒，一个是梅酒、二锅头和糯米酒，然后有我们自己制作的小吃，这是一个酥饼，有福字、喜字和花花，再来吉祥如意，就是荷花酥，还有就是芋头。意式苦菜配煎鸡排。珠宝喝足去偷懒六场的时候，意大利籍的日本禅道师带我去学画水墨画，他给我画了一幅竹子的画。然后呢，跟中国的道家还是有点像的，他说在画画的呼吸间我们可以放松身心。据说他瞄了我跟令达两天，觉得为什么这两个人越看越像，所以就跑来我们中国展区找我们聊天玩耍了，大家都非常友好。秋思密在东方节，敬请期待，等你。